看看新闻网。好，说到董洁和潘粤明这事儿呢，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再去猜测了，因为今天呢，故事的主人翁这个董洁就现身在了上海了，为即将要开播的电视剧《虎妈猫爸》来做宣传呢。面对我们娱乐新天地的镜头呢，董洁也是在离婚之后首度开枪，正面回应了他和潘粤明现在的关系究竟是如何。一身红色连衣裙，眼前的董洁气色是相当不错。这几天关于董洁潘粤明有望复合的消息层出不穷，但从董洁的状态来看，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发布会并未设置群访环节，我们的记者守候多时，在董洁准备离开会场时逮住当事人一问究竟。我有知道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谢谢媒体对我的关注吧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和孩子生活得很幸福，而且我们俩已经没有复合的这样的可能，没有复合的这样的可能。面对潘粤明在新剧发布会上关于旧爱的暧昧回答，以及之后网上二人早已复合的一系列爆料，董洁也有所听闻，但她明确表示和潘粤明再无复合的可能。我现在也是一个单身妈妈，然后我觉得生活还是很快乐很幸福的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据了解，如今董洁和潘粤明已经正式收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，而从董洁如今的状态来看，她也做好了准备重新出发。娱乐新天地真心祝福快乐的单身妈妈。上海独家采访报道。